大家好，我们是无间情，节目即将开始了，你订阅了吗？也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在上集当中，小齐炫的间谍身份被抓住，还有一个间谍隐藏在其中，究竟间谍能否善用已经知道题目的优势，顺利逃过第二轮的画画惩罚，又或者特务能够抓住间谍，避免掉无刚法规的惩罚呢？接下来呢，第三题是中秋节相关的指令题，请大家先拿出竹签。你要干嘛？我干嘛？这样拿柚子吃满吧，吃一个水果。干嘛吃要剥柚子吧？大家想到中秋节就会想到烤肉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所以我们的题目就是，请串三样有动的物品在竹签上。不要了吧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有动的，有动的，还有有动的，有动的，来。小齐炫怎么那么快？你武器套啊？可不可以用两只吧？不一定要用一只吧？可以可以。零蛋已经死掉了，他消失了。零蛋，你是出门买东西了吗？已经变成一个柚子了。这是他的结局。你串你的脑袋啊！脑子。好，我们一样依序来检查。超坏。是小齐炫。好，这个睫毛夹、发卷、发圈。Oh my god！小赖，香水、手表跟耳机。哦。再来是违禁。剪刀。车钥匙跟一个小包包。哦，所以是只要插了就可以了。我是麦克风的那个固定器，然后钥匙圈跟手链。再来派翠克。我是一个手链，两个手链，然后手表，刚好三个，刚好在一起。接下来是普星。我是发夹、剪刀跟这个小夹子。哎，干嘛？再来是风泽。我是水壶、牙膏跟那个牙膏盖，这样。牙膏怎么穿呢？牙膏怎么穿上去？啊，对啊，他把它刺穿了。你把它刺穿了？你刺穿了？你好疯啊！等一下，刺穿嘞。牙膏可以再吃过去的，因为有时候要挖一些剩下的牙膏。有这么节省？你的牙膏是刚刚串的还是先串好的？那个哪串得过去啊？可以，就这个把它刺穿。祖先哪串得过去那种塑胶啦？你那个太不合理了。这个跟尖叫鸡差不多不合理哦。跟鸡一样不合理。你的牙膏一定是先串好的。我如果我要先串好，我怎么可能串牙膏？你疯了吗？你就是因为这样，我觉得不可能啊。对，所以他才会串牙膏。你刚刚把牙膏抽，你那太怪了吧？最后我们看一下林蛋的。我是那个插头嘛，然后发卷跟番薯。我还跑去厨房找哎。番薯哪有洞啊？他真的哎。番薯哪有洞？没有插进去啊。番薯是硬穿的哎，那是在有洞的物品。对。那这样子牙膏也不算啊。牙膏有洞啊，牙膏转开就是洞啊。好，那我们公布这一轮得分的就是小齐、小赖、派翠克、韦信跟阿乐。耶！哎，我没有，我不算吗？这个不是洞吗？前五名啊！不管算不算，因为你是第七名，所以都不算。要前五名。哦。天哪，我到现在还零分。好，接下来一样是中秋节相关的东西，请大家拿出柚子。柚子。不会吧？这怎么弄？这怎么敲碎的？敲头。题目是，请把柚子剥成帽子，并戴在头上。屁股吗？你还是这样？啊！掉了啦！而且他这怎么弄？这怎么弄？这
以先把皮剥掉的人获胜。里面有人是。我房间会有蟑螂，我房间会有蟑螂。头要切掉才能剥，是不是？头要剥切掉是吗？可是我已经从屁股剥了耶！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五瓣就好了。剥掉整颗很累耶。我切掉皮，不要疯了，不要疯了，我的房间会有蟑螂。我放弃，我这关不播了。我也放弃，我这边整个身上都是柚子汁哎。那百叶旅馆会投诉我啦，那饭店会投诉我啦。哦，我还可以开始吃了，我还可以开始吃了。我的剪刀，我的剪刀。那是我在寄那个律师面包啦。这可以吃了吧？这太难了，好喘哦，好酷的哎。你怎么剥那么快？为什么我的这么皮这么碎啊？没有，我要用手指，你要用手指插到那个边边。呀，我是这样子啊。你看，没有，你用大拇哥，你用大拇哥，你用大拇哥。对，然后皮是厚，这么厚的，用厚的。我刚刚桌子旁边有剪刀，我还在那边剪这个皮。我已经在对，就是一片一片慢慢剥。好了，我们去洗手了啦，好恶心。好啦，我放弃了。好，时间到，那我们有四个人完成了，所以我们都是小赖、风泽、林蛋跟阿乐，可以各加一分。谢谢柚子王，柚子王，我们可不可以先去洗手啊？我可不可以先洗手？好，那我们先稍微整理一下。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忙着在整理房间的时候，阿乐已经快吃完了，是不是？很好吃哎，我好久没吃到了。天哪，其实没吃午餐了，就是汁很多，它不是干瘪的，嗯，很嫩的。节目组会很会挑选，都是挑选最好、最顶级的，最好的品质，好吃好吃。对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只能填我，先稍微公布一下大家的成绩。目前呢，小赖获得了四分，然后林蛋、风泽跟伟静获得了三分。然后小奇炫、派翠克跟阿乐获得两分，然后普星目前是零分，暂时落后。太难了吧？不是说他暂时落后有点羞辱他，他就是完全落后，完全落后。暂时有点羞辱人，因为零分就是完全的，已经不会再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没有办法，我绝对不是间谍了吧？如果知道答案还零分，是不是？对。接下来是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呢是记忆题。等一下我们会出一连串的指令，那大家不能笔记。那等到说开始动作的时候，大家就去执行。那你们要在一分钟之内回到你们的位置上，只要超过的话就不算数。那你只要每完成一个指令就可以加一分，所以这是一个冲刺的好机会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要准备出题咯。来 ，bring it on， 来准备哦，来记忆题，请出题。左手拿手机，右手拿牙刷，嘴巴咬食物，鼻头贴贴纸，脖子披毛巾，头上戴帽子，右耳上放一支笔，请开始动作。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欸、可以再教他讲过一次了吗？可以。而且这是有记忆的，记性不好就没了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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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左手拿手机。哈啊！我错了。耶耶耶！是左手。右手拿牙刷。
接下来嘴巴咬食物。好，你们食物可以先拿下来。那小赖，我们要确认你里面有没有食物。来，打开。那个就是纸盒。我就没有食物啊。好，接下来是鼻头贴贴纸。接下来是脖子披毛巾。谢谢谢谢。头上戴帽子。啊，我没有。哎，阿乐，你现在才戴吗？没有，他一直滑下去啦。好，那就是普星没有得分，其他都得分。你那是帽子吗？是啊，这么好看的。渔夫，跟我开玩笑。好，最后是右耳上要放一支笔。没有。有。好，全部的，哎，除了小奇炫没有之外，其他人都加分。除了我。耶、yeah. ！好的，指令题结束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计算总成绩。季普星获得了七分。接下来，小奇炫、派翠克、林蛋、小赖跟阿乐获得了八分。然后，丰泽跟伟静都获得了九分。所以这一局的优胜者就是丰泽跟伟静。耶！谢谢你啊！刚刚有什么厉害？我们刚刚第一题逃过了。我不可能，我间谍，我不可能第一个这样子的，对吗？我很，其实你这个动作是可以的，我很容易被你们说是间谍，我还偷说我可以当第一个，我还做这样的动作。如果我万一摆错了，我不是第一个被飘出去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我撇出在外。对啊，而且我怎么可能会穿插那个牙膏？如果你看我这里都有洞的东西，我可以穿，我不穿我疯了，我去穿一个不能穿的东西，不可能的。那是你怕什么？我们先进行绘画的惩罚，所以除了丰泽跟伟静，其他六个人拿出你们资料夹的文字，那必须一笔画，然后不重复。那我要把刚刚的那个顺序，你们可以自由决定。那比较怪的先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怪的先。Linda 先画的啦 ，Linda 先画的啦 ，Linda 我觉得顺序可以。我觉得派翠克要先呢。我可以派翠克，我也可以啊。没有，就是林蛋派翠克他们两个先，然后可以，再来随便。我们是小鸡炫，你觉得？对，小鸡炫，你觉得你的同伴是谁？小鸡炫，你觉得你的同伴是谁？他也不可能讲，好不好？他不是他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可是我觉得派翠克跟林蛋是最有可能的啊，他们两个真的最奇怪。我跟你讲，林蛋一定不知道要画什么，尤其是如果他当第一个的话。好，那林蛋先，然后再来派翠克。好，可以。来 ，Let's go。你视线在看哪里？是不是他可能不知道答案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答案。我知道答案啦，不是哦。好啦。哎，你两笔了，你还换边呢？好，停，笔不会拿起来又抽。好，那是我。好，那我这样，我好像知道他想画什么。我也知道，我知道。那就是智龙了，智龙。智龙，可是他画的没有，他画的很像你们前面看完你们笔就可以画出这个东西。有可能，小赖很帅。有可能，因为没有换派翠克，换派翠克。那就我们待会再讨论。来喽，期待艺术家来了。OK， 中了，没了。没了，这什么？这什么啊？没了。期待哦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弄完。哦，你太抽象了吧，这个。对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它在变化变小。啊？啊？我懂，我懂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没有，你要稍微看一下，我画的是仔细的，是仔细，不是那种。你塞满镜头好不好？你塞满镜头好不好？你塞满。你仔细看他的感觉，我看一下。我不懂哎。我是情绪挂的哦，我是情绪挂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小赖你好怪哦，你竟然看懂这个，小赖你太怪了。我看错他的方向了。
哦，小赖，你的这个画的眼，你的画的那个眼眼睛在哪里？你的眼睛在？眼睛。知道你背上那个，你背上那个是什么？翅膀吗？可以这样问哦。哎，你不能问，你不能问，不能这样问啊！干嘛找答案啊你？小赖好奇怪，小赖你来问，小赖找答案来问人，找答案，我怎么会的？哎，我要找答案，我刚刚全部都会背起来，好不好？就不用画画了。好，来一笔，又不能太明显，我讲一下哦。来啊、哦！你每次是间谍的时候你就讲这句话，你上次那个圣诞节也是画那个圣诞树，也是画那个什么东西。大破光是不是啊？你要画多一点哦，你不能太抽象哦。你是第三个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继续。什么？他在画了吗？因为我们目前还看不出来画什么。好，你看不到，看到一幕。他没画。我笔太浅。对啊，也太根本没看到。太浅，你还看不出来的假装。间谍。你扣一下好了，好啊！一笔断了，断了，一笔了！你是间谍，你是间谍！我近一点，我看。小赖，我懂了，那一笔我看得出来你是想表达什么，那我知道。你看这个浅的啦！太浅了，看不到。太浅了！那好，不然让你用深的描上去了，你可以深上去，上去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小赖的啦。你用生的描上去。我觉得是小赖了。小赖了。不可能。是小赖。这个可以吧？不可能。不行。啊、小赖提好人呐、啊，小赖提好人呐、啊欸，小赖不提、欸，不行啊 ，no， 哎、欸，小赖可以讲话吗？可以啊，下一位，不能解释吧？没有，等一下再讨论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下一位，阿焕谁？普信还是阿乐？我都可以，我也都可以，我应该被认铁好了吧？那我觉得先普信好了，阿乐先，先普信好了。好，一笔哦，一笔。旁边那一坨什么？没有，我刚刚写错字啊。对，哦。啊，一笔真的很难，但是我尽量。完蛋了啦，画不出来，因为太难了。不要找借口哦。没有，哎，我是尽量，就是要让它这样子粘在一起哦，因为太僵嘞。OK， 我大概知道要画什么了。这样可以吧？贴好了呢，贴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那我再加一笔，等一下。这是那个头发吗？猪肝人。啥呀？这是死亡的人生。什么意思啊？记不起。哎呀，反正就大家看得出来就好了啦。这个是我的。我在加，可以这样，笔还没断之前都可以加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啊，好，画完再讨论来。好，最后阿乐，请画。行不行？画一个，没有，我的也快没了，等一下，可能会误解，可以误解的。这是什么？突然好有水哦！突然好有水。等一下，你近一点。是不是觉得它反光有点浅浅？你突然太有水，你突然太有水了，这整个。对，我这什么东西啊？因为要一笔完成，所以有点难。瞄一下。好。我觉得小赖很怪，因为全场不懂，然后想在那边，好，可以懂。小赖懂，好，大家懂。哎，小亚，现在不能，比赛，现在不能讨论，我等一下跟你们解释我画的是什么东西。阿乐这个，我懂，因为这个不能太明显啦。我阿乐，我超懂你，我超懂你。阿乐，我懂了。我懂，我也不懂。因为我刚看到有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，所以我要混淆他。我懂，阿乐。阿乐，我 OK 了，你可以。OK 啊，好。OK。好。还有小七在想啊，我也要画。今年还是要画啦。哎，
我这个很明，我这个很集中我拔了。但你那个就是有点笼统，对，我已经是间谍了，还要画？对啊，你可以。可是你不知道密码吧？你可以猜啊。我觉得小琴应该完全不知道答案是什么，才超不，因为他自从被淘汰之后就开始放空了。已经分了，已经离开了。他已经下去。我还没离开，我还没离开，我还没离开，我还没离开。你是不是在学我？在学普信的话？怎么那个？你小时候就画一个人，画一个人的不一样情绪的。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再换一个床。音乐，音乐，你干嘛抄？哎，这是完全抄袭，抄袭，这就是抄袭，完全抄袭圈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什么，完全猜不到。现在六个人都惩罚完毕，那我们现在要进行第二轮的讨论。那你们有四分钟的讨论时间，讨论完毕之后呢，一样用投票的方式选出两个人选，那小琪炫也是可以投票的。那我们就会公布那两个人的身份。那因为你们已经抓到一个间谍，所以只要再抓到最后一个间谍的话，两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个是间谍，就是特务获胜。但是我们可以投两个吧，最后一 round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。那现在请大家可以开始进行讨论。要不要轮流来？直接讨论。来来来，你们觉得派翠克四画的到底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从林蛋开始，林蛋他画的太模糊了，然后呢，我画这个东西，它是有一些就是不同方法的实施方式，所以我画了另外小赖就不是间谍啊，我画了另外一个地方的，小赖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不想让大家猜到是对对正确是什么。我确定小赖是好，我也确定，我用我的用纸来打赌，小赖是好的。我也确定，不是因为对我来说，那个就是没有不同方法，它就是一个一个没有那我没有他不是。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好，但是我觉得你只是觉得误会彼此，是不是？是他就是那样，但是小赖他的是那样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好。对，所以现在最怪的就是林蛋跟派翠克，然后风筝刚画什么？我没有画，风筝没画，我跟风筝是逃过了，他逃过了，对，有被风筝逃过了。好，那换派翠克解释，换派翠克解释。因为我觉得没有声音吗？有。我又怕我累个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这个状况之下感受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我画的是其中一个感受，这是什么感受？这是什么感受？每一个这个状况之下感受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我画的是其中一个感受。这是什么感受？这是什么感受？你要看他的表情很细微、很细节的。我画的很细节，他有点头发。微笑吗？微笑吗？我懂了，快上课！我懂了。我真的懂了。他不是所有的感觉都是同，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，OK， 这个就是这样。你讲头发，我就懂了。你讲头发，我就懂了。我想要有一点点。对，有一点点啊，我又不想要直接画一个很圆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什么都懂？会不会不是因为违禁？我确定他是好。违禁我确定。违禁你有什么是不懂的吗？违禁你有什么是不懂的吗？我就是不懂小赖，我就是不懂小赖。没有，我确定违禁是派翠克，你不懂小赖。派翠克，我直接我不懂哎。等一下，你们冷静。你们现在是换让林蛋去解释他画那什么，因为他画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个我完全没有在怕，而且这个阿乐你一定懂啊，这个就是因为平常我们都会就是对啊，然后我不想要那么明显，哎，好人懂吧？你讲的是谁？你讲的知道吗？你有点像我在吃阿乐的口水的感觉啊，吃阿乐口水，太模糊了。没有，你讲的东西什么东西都顺得过啊？不是，这个真的是。
因为林丹太跟阿乐第一轮太像了。好，你说什么提示？你不要讲太清楚哦，不能太明显哦，不能太明显真的会输，真的会。好，抽象一点。我跟阿乐都会去。我觉得他这样讲，那我就觉得他是好哎。对啊，好啊，他这样就是好了吧？那他鉴别到底在哪？我觉得他是小赖。我觉得怎么可以说话？我觉得小赖画的我真的懂，但是 Patrick 画的我是你讲的比我还差，不是我真的不懂。好，可是我在想，小赖会不会是要画另外一种，但是不是答案？对，我有在猜啊，我在想小赖真的，因为我们的东西很像另外一种。没有，我确定小赖应该，我刚刚是好，我刚刚不是解释给你们听了吗？我刚不是解释给你们听了。我确定小赖是好啊，那阿乐嘞？还是每个都在解释一次自己？好，阿乐你先解释一下，因为阿乐那个，阿乐那到底那个我自己也有点懂啊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你们阿乐那个我懂，这个我阿乐我也懂，这个是你们一定会。拿的东西 ，OK， 我有懂，是是是，我懂啊，因为小赖刚刚有一个很奇怪，是不是？小赖刚很奇怪，如果可以猜两个的话，我可能会想要选风泽跟 Patrick， 我不要浪费票在我身上干嘛？我想选风泽跟我跟你讲，我想选小赖跟 Patrick。我想跟普星沟通一下，普星绝对不是 Patrick， 你认为好对不对？因为 Patrick 是没有 get 到那个 Patrick 那个要有一点想象力，你就可以 Oh my God， 我懂你在画什么，完全懂。我一开始我从零看不懂到现在，我百分之百懂他在干嘛。普星，普星，你帮我号票，你跟文静说。我觉得小赖不是，我觉得只是，我觉得。只是你们认知不同，所以画的东西不同。你有办法想象 Patrick， 你怎么没办法想象我的？没有，你的那个就是不同了，不同了。对，可是因为，啊、可是因为每一个地方的方法都会不太一样。没有，可是他就是。等一下，我画他伟静，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了，就是因为，可是不是哦，重点是今天间谍知道了密码，他应该是。他不知道密码，他不知道密码，他不知道密码，他不知道答案。他是空白的密码，他是空白，他是空白，所以他不会去想到什么很像的或是什么的啊。对，而且你在我画的我画的那个东西已经很范围是确定是那个东西。没有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他就是以为是那个，所以他画那个。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我觉得不是那个。对啊，你们的顾虑不要想这么多。我觉得有点道理，因为他不想要太明显。然后刚刚其实第一轮惩罚的时候也没有到很明显，所以我先跟你们讲，我想选一下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第一个人比的那样子，请问我要是怎么画到那个地方去的？你们第一个每个都比那样子，我根本画不出到那个地方啊。没有，那所以你们现在最怀疑的是风泽，你们其他我觉得风泽跟 Patrick， 风泽跟 Patrick， 而且阿乐讲出新方向，他说会不会是没有画的人？对，风泽跟 Patrick。然后你们再回想一下，风泽他第一个动作是这样，像是风泽小赖。你要我解释，解释太暴雷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小的确，你先发表一下，你自己觉得你的队友是谁？你真心觉得是谁？我跟你们说，站在一个间谍的立场，我们是空白的。你们比的，我真的是猜不到。所以到现在还没找到我队友在哪里。我们对我真的到现在都还没找到我队友在哪里。剩30秒，文静刚刚第一轮惩罚干嘛？我忘记了。我这样子，是动作就超像了。文静可以啊，文静的，文静我看得懂了。我会投 Patrick 跟小赖了，但是我心中可能觉得 Patrick 比较像，因为 Patrick 为什么会投小赖？是 Patrick 画完的时候，小赖竟然看得懂。你们看，可以理解 Patrick 可能是不是只有黄伟金？没有，你们看他，你们看他整个人的状态，头发好了，就这样，不要了，头发好了。No, no, 有一些多余的线你们不要管，因为不要把它起来。好的，头发不要爆炸失火。哦，没有小赖，小赖不是等 Patrick 吗？他现在又不懂，他现在又不举手了。对啊，小赖被骗了啦！小赖被骗了，小赖 Patrick。算了，我决定我要投风泽。好，时间到了，请大家投票，拿出你们两格的板子，然后各写一个人。
其实我原本两个要写同一个，我觉得就是他了。不行啊，写两个，不要浪费票。我本来就想写你。我跟你讲，绝对对 ，double check。你确定要浪费票？好了，我各投一个啊，我分。只有间谍才会这么写嘛，他要多一点票让那人出去嘛。方泽，你在猜是不是？你讲的东西什么东西都顺得过啊？我真的看不懂哎。没有，你的那个就是不同了，不同了。好，那请亮白。好，我们记一下哦。Oh my god！ 小齐炫竟然还跟我们大投票。哎，大投我，帮好人玩是不是？我也想看一下我有没有找对啊。好好好，好，我们这边计算完票型了，最后的票型：林蛋一票，派翠克三票，小赖五票，风泽七票。所以我们要公布的是风泽跟小赖的身份。OK， 来，是谁？我们先公布风泽的身份，请风泽拿出你的身份卡。风泽应该是间谍了吧？其中一个了啦，其中一个了啦，就是间谍了。我也觉得，其中一个了啦，风泽。哎，其实，间谍很难玩呢。间谍很难玩呢。耶！小赖，但我不是间谍，小赖。是小赖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是小赖，记住现在说我的人的嘴脸，我是小赖，是小赖，不要这样子吓哭，这样子吓哭，派翠克跟琳达，把你的身份拿出来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三二一，好紧张啊！有没有方向？派翠也要猜吗？我不，是什么？伟静，你看，等一下，小徐，哎，他们，你看他们刚刚有人腰酸，然后有人是手手，然后有人是躺着，然后眼睛是打叉叉，眼睛打叉叉应该是 cos 吧？啊，对，那个玩具，对，啊对。什么玩具？刚是一个梗，是不是？全场，只有我接得到。季普星应该不是画这个吗？接不到，完全。这个腰好跟脚有什么关系？接不到哎。间谍要猜猜看。然后跟喝水有什么关系？那对啊，喝水然后还这样子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对啊，腰痛啊，对啊，这是什么？然后小姐换个像针筒的东西，这我也不懂。对啊，啊，我真的对不起小赖哦，我要哭了。小赖，你是不是？然后我说对不起，然后琳达又说她跟阿乐会去。会去吗？所以应该是有，他说他们会去。等一下，重点是阿乐，我想问你这个柚子有多好吃？来，请猜，有没有答案？请猜，两个字。好，是什么？球赛吗？好难哦。跟球赛无关，生病、死刑。昏倒。哎，你很厉害耶！天哪，竟然给他猜中。伟静帮派翠克解释一下。
拍出个版的画拿出来，等一下，拍出个画完之后，小赖，你不是说你懂吗？所以我觉得 OK， 有一个人跟我一样是懂 Patrick 的，然后就让 Patrick 最后要说，你们看他的头发跟他的状态，你看他的头发像不像电疗？哪里？哪里？你看他的头发像不像电疗？哪里？哪里？等一下！我有问题，请问是什么样子的电会让婆婆这样子？什么样子的电会促使人的电吗？你觉得你那个东西有电疗，有比我合理吗？不是，因为小赖画的这个就是这样插进去啊。我觉得那小赖那个东西是那个领域没有的疗法，对不对？有明显，没有那么明显。我没有去过那个有小赖的疗法。我就跟你讲，我去过的是有的。那你说，请问你那个东西有电疗吗？你哪东西？他头发有电？什么东西？那个东西有？你说的那一件有？有，那个东西有电疗啊？可以吗？有啊，我想到电疗啊，头发有啊。而且他画的很像是一个动物，根本就不知道他在画什么。因为那个他带翅膀，他画翅膀很贵。没有，那不是翅膀，那可能是他的手突然有一个电波出来了。对，对，没错。伟静，我就是因为他被电完治疗之后，他的手觉得很麻，因为有时候电疗手会麻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，因为卡通，卡通是不是要这样画的？卡通是不是要这样画的？电疗的，这样，然后就是麻麻的很多。我刚刚理解 Patrick， 我以为，因为我刚刚有问他说那个是不是翅膀，因为如果他说是就不是，因为我刚刚以为他是那个量脉搏的那个东西。哦，你以为他是量脉搏？我把先生，因为我刚问他说他是不是翅膀，他有点语塞，所以我后面就没有说我懂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各位，我们先把答案公布出来，然后我们刚刚画的，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，请问答案是什么呢？请公布，答案就是。中医啦，可恶，对嘛？中医啦，那阿乐来那个聊聊阿乐画的那个是什么东西？画中药贴布吧，贴布吧，中药贴布，嗯，因为就是药膏，我怕他们可能会猜，所以是西医的，然后中医都会有的，对，就是中药。我以为是茶龙茶水，那灵丹呢？灵丹那个把脉啊，把脉啊，对，他就画那个手。他就画手有点太笼统，可是他脚有什么关系？他脚说他跟你会去，对，你跟我会去，我就知道了。好，那虎心，你说我比的动作吗？我一开始比这个动作是整骨啊，敲骨。OK OK。那小时候那个我长不高，我就有去中医整骨。那可以去做，那一家有用哎，赶快告诉哪一家。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而且我脚还超痛的。好啦，你画的那个病床那个。就是有人不舒服躺在病床上，因为我不知道中医要怎么画，我就想要画打怪，可是我怕我画那个圆圈你们又看不懂，很难画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对，我就这样子呈现。好，那哎，我想知道丰泽一开始这个是什么？喝中药吧，喝中药啊，对啊，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是喝太笼统了吧？他们喝中药的，对啊，就是中药吗？就是不可能直接说中医是吗？真的有中医在打针吗？还有针灸，针灸之类的，真的有针灸跟打针不同啊。没有，有一些中医是会打针的。那打针是西医啦。没有，因为有些中医他有些中医他有西医的执照，所以他那个中药店是可以打针的。中医何必？中医，你知道小爱，我本来以为你画这个测身体的。我刚买，你说那个温度线，我本来以为你画，然后你说可以放在不同地方，我跟你说可以放在嘴巴，放在腋下测温度，所以我觉得你一定是好人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大误会，因为我真的太确定 Patrick 那个是电疗了，所以谁会想到是电疗？我就他边画的时候，我就说他在边画边想啊，他是不是真的在边画边想？他想要画那个电疗的动作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画什么。确定的东西了，没有，所以一个抽象的話。等一下，
所以艺术是很主观的，可以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。这真的是美丽的误会，因为就像刚刚你们说了，打针是有点不美吸，你讲到吸了，你讲到吸了，我就觉得 OK， 你可能会猜医院什么医生什么西医，所以我就觉得 OK 可能是错的。OK， 然后加上电疗，就是我每次去中医针灸就被电疗贴片贴脸，然后那边咚咚咚贴什么部位，在那针针针。好啊好，没事，我去死，我去死，我去死。哪一间哪一间中医有针筒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你害我！中医都是中医，你干嘛要打针的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跟你讲了，我不跟你讲了，去死！你可以这么说，你的中医，你面具已经在头上，黄伟俊，你要把这条小面具带走。黄伟俊，而且你会消音啊，黄伟俊，你再大声到这。叫精神的人把你抓走，送去精神病院。好，我们这边最后恭喜间谍逃脱成功，所以今天获胜者就是小奇炫跟派翠克。好，那剩下的六位客户呢，要接受我们的惩罚。那今天因为是中秋节，所以我们的惩罚无钢罚跪，就是你们呢到时候要跪在健康步道上面，然后自己拍一段影片，然后跟观众朋友说中秋节快乐。我们现在 GoPro 拍一下，用手机拍啊。等一下你们可以用 GoPro 拍，对。好的，那当然我们就进行这个终极惩罚，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。是要感谢那个黄伟庆给我这么好的待遇，都是你，谢谢你黄伟庆。在这里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，对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恭喜发财。谢谢黄伟庆，让我必须接受这个惩罚。好痛啊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月圆人团圆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柚子吃到饱，因为柚子是非常有营养价值，吃得健康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，这太痛了吧。好的，在这里呢祝鱼摆的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不要吃太多，不然会被杀的。好好的，因为我们游戏输了，我们就是要进行惩罚，来直接跪在这个健康步道上。好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好。哦，真的，哦，这个，哦，真的很，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哦，我不能到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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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各位中秋节快乐，然后大家要记得，你们要记得中医是没有电疗的，好不好？这个跪好像很痛哎。太痛了，太痛了！是什么惩罚啊？满心思的不行，是不是 ？Oh my god! OK OK， 好，真的树林无刚在这边，对不起所有的特务们，然后并且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这支影片已经结束喽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在下方帮我们按个喜欢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，记得在下面按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 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